哇，我不在家。最后的家我在。啊好。他只是打外面的，那他就有解决哦。嗯。哎。我跑我跑我跑，哎那边。哎。哟，干掉干掉，没事没事。我抓住音乐了，快快快快快。你抓住音乐。再用我精锐的走位。我身上也很多核心呐、啊，都可以一直补。反正那消耗的是铁、我们铁资源很多。哦，掉了。对，存款的没喽，存款是要用绿宝石，这就没办法了。对，这个比较贵。好激烈哦！那我存款也去换一下。我们是5000分呢，不是3000分哦。哦，太高了吧？没有，他原本建议是5000，不好意思，不是还有1万吗？嗯、哇，还有10000哦。对，音乐的那个工超痛哎，嗯，一下就是应该是5000。哇，没有，我这边强力三，暂且就用强力三了。哎，二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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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在 GB 上，他自己在 GB 上，在哪里 ？GB， 看他，把他射下来，他自己射到了亮亮的那个，嗯。每个人都想在 GB 上有一席的位置啊！杰克要不要来啊？这边有哦，这个路，杰克掉下去了，这有效果吗？烽火台可以让它激活效果吗？哎、欸，不行啊，这样敌方也会有哦。那我掉下来了，妈！妈呀！妈妈，我死了！存款我补了两个，杰克来了哦。他们好像都走 GB。对啊，现在 GP 是最快的路了。哎呀，我先撤掉，我想办法等。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打掉，打掉了。越来越累克了，对吧、啊？因为岛越来越多啦、啊，岛越来越多了。那我的位置就站在 GP 上了。好啊。哎呦，是什么时候桥会不见？哎，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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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啊，你干嘛跟我一起走中间？走 GP。快点，音乐又被我拖住了。我走 GB 了。好、哦，那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啊，我又拖不住了。哇，嗯，没关系。然后我们两个分开走，你想要走中还是走 GB？ 我走中好了。好，中比较适合我。我会怕哎、欸。上面核心都还在嘛，就没事，还好。没，我走 GB， 你有问题我就跳下来。好、嗯，嗯，快走。嗯，过不去呀、啊。啊！我想要跳跑酷，没跳到。GP 那边现在有杰克。没事没事，你管你的，你掩护好我啊、哦。那我要到前面一点。好。好。哈基力。哎呀，杰克，一个，哎呦，这里会被卡住。是下不去。存款的很容易被打掉啦。嗯，存款的其实就还好了。你还可以吗？好，王王可以吗？我可以啊，他们没有。啊 ，GP 上面那个嘞？我在跳，我在跳，我刚刚打杰克。阿基冲过来了。嗯，飞。下去。啊！丢到剑了。你怎么又丢剑？阿基冲了。哇哇！阿基冲了。然后杰克，我去堵他。喂，阿基死，另一个另一个，刚刚。哎、欸，他身上是有有，没事没事，后面好像还有哦、喔。杰克，十。音乐那个太痛了。快，音乐在射我，音乐在射我，没事没事没事。好。中间冲一波吗？没有没有，他看到我了。没有，他看到了。他看到了，我操嘞！哎、欸。我帮你射死他。音乐，我射一下。我要来了。喂、欸，我们核心烧到过位，我们的，好的，我们被偷渡了吗？好的，对我们家，我们家，我回去看一下吗？哇哇，你是我们的最后希望。没有没有，再打二零了啊！喂，太扯了吧，死掉了，怎么没看到？输了，啊，他们输了，哇哇，他挖好多下哎、欸，对啊，一下吧，嗯，一下不是一百。前面我们现在他们的前线都被我们征服了。好哇，我来了。我在他们家一直撑啊，没办法。
我刚才也要去上去挖他们家，也没办法。他们前线都被我们征服了，他们西瓜点位是我们的。啊、你们看可不可以直接过来？现在进不去啊！他们现在全部都在防守之中，进不太去他们。但他们的小河，哎、欸，他们小河怎么还有？他们小河后来有在放。我先敲他们。有队友支援吗？小河先敲。我敲。好，我现在也要。我刚死回家。没关系。我小河敲掉了。小河敲掉就还有希望。哎。哎呦，怎么开了啊？杰克，我每次都是你。哎，小河敲掉是不是可以放我们小河？对，其实也是可以。好，我去拿。那个，我冲进去，好，我等你们好了。哈气，小。要射掉了。这怎么这样？没有，他只是想偷渡过来，他没有偷渡成功。哎，我们核心还是要有人守。嗯，好。不然小雨你去，我守核心。好。哇，这里是卡住了。这给你，小雨。小雨。我看不到你、欸、我在卡来回来我在想出来好我出来有好还 OK 吗压得住吗压得住我就可以去放小压得住好哎、欸、你要不要带剑我在打远远死了不行家里哈基要过去了家里有人守吗在家繁星在家我在家可是他怎么装我觉得弓应该还不错。对，我在他们家，我在他们家核心这里需要支援。好。哎、欸，放不上去啊！不行，杰克在这里啊！啊，这个放不上去。杰克，哇，我掉下去，了。小河啊，我们那个是要放大河啦！河啊！没关系，有没有办法侵略他们？我在他们家核心这里一直在，只有两个人，他们没有装备。好，他们就只有刚刚有装。五个人都在这。好，我打地图，现在有点累格，现在有点累格。全部都来，全部都来好了。不行，我来了，我在堵杰克。哦，好，他们三个没有装的。杰克会给我偷懒。下去。但我这边还在牵制他们。我在想办法过去。可以去吧。好，挖一个，挖两个。哎，好，我先撤。好，很好。哎、欸，挖到一下就很爽了。小颗粒帮忙 cover 我，我要上来，我上来挖他们。好，我现在也在挖。好，一下。就挖挖，再一下，再两下，一下是你，我先守着。我在打陨月。好。好，我来了。挖，不行，哦，好。没有，我干掉他了。好卡，真的有点卡。哇，你们好。刚。哇。我来。这个 FPS， 完了，我要死了，耶！耶！你转胜了。最后谁挖的？最后那一下谁挖的？你。我。六。耶！小雨四个一波。耶！四个，上去玩。欸，刚刚就是这样，是这样子设计啊，好刺激哦，好累哦，没有死，我后面好想说，这个再打了，我们认输好不好？但是他我知道他为什么分数那么的高了，就是因为他挖一下就是500分，500，对，所以确实只要能够挖到分数就会啪比较高，一下就上去了，对。刚刚我们差一度差点赢，差点。对啊，超惊险！我们防御有漏洞，飘防守失误。嗯啊，差一点，吓死我了！刚刚跟王王两个人在西瓜塔那边打不完呢、欸。西瓜塔都天荒地老。我想说，看到他自己过去，我们就知道没办法，主场优势。对，完了，我要输了。公开。我还想会不会有破坏岛屿之类的，可以拿个错吗？这样改错啊？没有，就是破坏敌方的啊。对啊，可以把别人的。但是破坏敌方岛屿的话，这样子那个分数的岛屿要怎么算？就破坏掉啊？没有，就整个破坏掉啊？就整个破坏掉，就那一圈。因为你看这样进攻真的会很卡，可是如果可以破坏岛屿，那个东西可以卖很贵，但破坏掉我就可以
高塔在前面，有没有就可以直接跳进去？不然的话就是用药水之类的，隐形啊，干嘛？其他的可以破坏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哇，你们旁边的巨臂是怎么回事啊？又没有刚刚那防雨月的弓箭啊？对啊，狂走这个巨臂过去，嗯，这是一个小路。最后被你们这样一堵就堵到了，我刚刚想太久了。对，想到你冲过来说，我去堵，我去堵他们，然后这边左右各一盖一个，成功防罩，巨臂攻势。我一直在水里面躲来躲去。我刚才抓到一只小鱼，哈哈哈哈哈！我都抓到了嘞，我都挖了你们家抽多次的。我躲在你们那边水道，然后躲在墙壁的那角落，然后巧克力从面前走过去，然后刚好恶灵从水里走过来。其实我原本就是要去抓你的，我有看到你。他说算了算了，对，然后就下面是恶灵，然后回头吓死！看到我才对。我是吃了那力量效果去找你，还多发现一个恶灵。啊！因为撑好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图方块那个岛多了会累格。我是还好，只是盖的时候会盖岛时候会累格。我是最后就是最后在打的那几波，哇，那个帧数很恐怖，就是有点对啊，帧数一直掉，对啊。没有说时光族电脑要给力，优化啦，因为它本身就长这个样子。嗯，对啊，对啊，对啊。我是觉得优化接下来药水效果是可以考虑，不过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浮岛，下去应该会更累个吧？嗯，就是因为它是浮岛创意，我觉得破坏岛或者让岛有一些不同的方式的进行，说不定会更好。就比起隐形的方式比较传统。嗯，没有，没有。都有，都可以，感觉会很刺激。我觉得这好玩，好玩，这是好玩，真的，好玩，刺激，刺激，很紧张，各种什么策略 PPT 都对啊，就是自行的创造，能够有更多的岛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力了。六六六！真的，希望以后改版可以出更多岛。优化就是增加不一样的岛吧？没有各种开菜单的现在。先开一波，问钱先开再说。嗯，但那西瓜岛还不错。嗯，对对对，我觉得要留着。不过西瓜岛说不定也可以像他们是用放核心的，这样就不会有没有敌人过来，敌人也补。哦，对啊。反之，他如果是核心，就是敌人过来打掉，放上他们自己的。就变成一个战术性的，对，就他补的补，不要说全部人都补，就补其中一队这样。嗯，对对对，因为跟力量那个一样，就是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核心一样啊。这些核心放上去，就只有那一队会加成而已啊。像力量效果，就只有红队啊，我们红队放就红队。嗯，对啊，西瓜这边说不定也可以有啊，就是哪一队放就是哪一队加。对吧？哎，这是怎样？这是怎样？求，生气，生气气。嗯，很多想法，很多想法可以再来挑战。对啊，像什么红色斧头岛也可以。不行，没有这岛。巨丸，巨丸。对啊，你可以获得一把斧头哎。对啊，就是要变成斧头获得路。休息了，休息了，大家晚安，拜拜。红色斧头岛。或是那个冰岛可以缓速之类的啊，对啊，冰岛缓速我觉得也蛮，这还不错，这还不错，对啊，名字就叫冰岛就好，不要叫别的岛，就叫冰岛，不要什么爱什么的，你闭嘴，我刚刚没想，拜拜拜拜拜，关掉关掉，拜。好啦，感谢大家的收看，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浮岛创意如何呢？我真心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地图，它一定还可以再有更多的战略，即便只是现在这样的模式，那在未来也可以期待看看有没有更多不同的岛，或是观众也可以提供想法，在这个直播的这个留言啊，你现在留没有用，会被洗掉。放上记录档之后，在下方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对，这个我觉得真的会有各式各样的玩法，非常非常的有趣，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呢。喜欢这部影片，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并且订阅我哦。咱们下回再会啦，拜拜。